现在的国高中生有没有玩过四驱车？四驱车真的是我的童年呢，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国小玩过自己组的，没错，就是自己组的。那只能是自己组的，那不是自己组的就没有意义了。现在出这款暴走兄弟手游，不是那种没有技术的游戏哦。这个游戏呢是很需要动脑的。你们看我的车库，这边是不是有马达、底盘、车壳、齿轮组，然后龙头、尾翼？我这车子不能乱组哦，不是说抽到越高颜色就越好，不是这样子讲。我要是给他用那个紫色的马达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其他东西都是那种蓝色、绿色啊，我车子会爆开。马达太快了，我其他东西承载不住。他这个游戏做到很细节。我们先高速过这个剧情，他要装备一些特定的，是不是？塑料凤尾一型通关。好吧，我装备一下塑料凤尾。我们先把这个关卡先拿三星，才有那个奖励呀。哎呦！没按到，心怀必胜的心态，扭转战局吧！我怎么了？哎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。你看啊，我乱改车，我马达太猛了，它冲太快了，不能乱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刚拔一个配件，我直接跑不动，车子直接爆开，解体。我刚开一开，只是解体。完了，感觉很不稳。你飞出跑道了，最后一圈了。恭喜二号车到达终点，我得冠军。来，再打这个。哎呦，这是比快而已哦。比快的话，我就可以用我最强的了，紫色的龙头。哈？我的车子？不是啊，我车子飞出去啦！好啦，用白色的啦，先求能过再说啦，能过就好。第一二章先用白色的嘛，好不好？后面过不了再说啊。这不是乱配的欸，这个是要仔细思考过的。轮胎要前窄胎后宽胎比较稳，有道理。之前小时候改车就是这样子改的。后面要大颗啊，前面小颗，这样才会稳嘛。OK， 我懂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去改车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们前面要用窄的，后面要用宽的。哦，这样子啦。对了啦，粗的嘛，这是细的嘛。OK。这样子车子很稳。推关卡的时候，我们不求速度，我们求的是稳稳的能过。我们先不要强化，我们先卡关了再强化。我们不急着强化，全速突破吧！最后一圈了，我好想要那些帅帅的车壳哦！恭喜二号车到达终点。房间赛的玩法，哦，制定对战哦，可以跟好友一起一较高下。这个游戏就是满满的小时候的回忆啊，而且可以自己改车，你可以改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你喜欢让它飞出去，你也可以改让它飞出去。我马达是不是太废了？人家怎么那么快啊？恭喜三号车到达终点。这个人太快了吧！好，破完这个章节，我们来抽车子。我应该要抽到的是好的车壳吧，重点是车壳很帅，我觉得这是一大重点。这游戏真的是又好笑又有趣。小时候，我小时候没钱改四驱车，真的啊，以前根本改不起啊。现在只要下来暴走兄弟的手游，极速奔跑，我们直接来爆改，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改车啊。先抽卡再说了，光熙号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车壳还不错吧？又五抽，又两抽，凑一凑好像又可以抽了。不是啊，乱送啊，我乱领一通。极
送，继续送，又有五抽，哎，有有有，不用买，他一直送，我就可以抽了，16张，加油，中口径的，出发。中口径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中径，我要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我要轮胎啊！哦，不是，不是啊！我们破任务就可以再抽，再抽，加油！中径轮胎，抽到轮胎！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有了吗？我什么？光学号，还有一个紫的。哎、欸，这光学号牛不牛逼？哦，帅帅帅，太帅了！我感觉它超强的哎、欸。可是这好像有点快哎、欸，我的重量是不是要爆开啊？我是没有重量啊。不管的啦，先帅再说，帅就完事啊。来，各位，我们这边再来领 ，Let's go 666，相当舒服。佛心公司，齿轮组升级，龙头升级，尾翼升级，导轮升级。哦，我的车超帅的，哇，光熙号，哦，呀。我车好像很飘啊，好像很飘。我冲刺还有那个红色的光，有点东西，有料有料有料，还在加速快，极速慢呐、啊，极速太快会喷飞吧？那我应该要加速快，我带这颗好不好？蓝色的这颗，这样感觉 OK。冲啊！我操我操，我加速超快啊！你看我的速度，哇，超快的，换个马差超多的。OK， 稳稳的。这都是有记录的，我来看这个人的记录，要不要？他怎么可以15秒跑完这场游戏？我靠！小九都很出众。哈？最后一圈了。这人的车是什么鬼？爆改哎、欸！他只是用蓝色车壳，然后就这么快哦、喔。我看他这样车子这样子跑，真的是很疗愈、欸，童年的回忆慢慢的涌上。来啦，打排位了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哦，我是第一名哦。二号车领先，一场比赛要跑五圈哦。你们想要跟我一起回忆童年的，可以去下载《暴走兄弟极速奔跑》，在里面你可以尽情的爆改你的四驱车啊！你以前没有钱，你改不了的车，在里面可以尽管你去爆改它。大家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